farm. Really, the city is only one hillside behind all these trees and hills. So over one hillside, you're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. 探险呢，就从30分钟的四驱车攀爬开始。我们从惠灵顿的市区呢，大概开了30分钟，就来到了布鲁克林山的山顶。我身后这个海港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惠灵顿的机场。刚刚我们看到一架飞机的完整起飞的过程。后面比较深蓝色海水的位置呢，就是我们的库克海峡。而这个山的后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南岛了。刚刚导游告诉我们，如果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，那这个地方是可以清晰的看到南岛的风景的。大家有没有听到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？好，看这里，布鲁克林山顶呢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风力的发电机的这个大风车，因为布林顿风大嘛，这个资源肯定要好好利用起来。那我现场在这里看到它，其实是非常壮观的，因为真的很大，而且因为风很大，它转得非常快。Kind of a character bird. He, on his own, he needs a briefing. He's another opportunity. The virus will be introduced, and then hopefully all the rabbits will start to. You could do a lot of beehives up here. Lots of manuka trees. 我们就到这边。有一只山羊，在那里是白色的毛，可是它已经弄得脏脏的 brown color。来了一只小雌鹿，可惜有一群鸭子跟它争抢。叫我注意我自己的手指，我在寒风中颤抖。Hello， 超好吃的呢。Oh, what happened? Hello， 你好。尴尬，为什么都走了 ？Hello， I'm so nice. Come on. OK. Oh no. Oh no， 他走了。好了，我要送给你。海里了，好美，这里。Rays of wind going across. Sometimes it's so strong you can see color like a rainbow. Oh yeah. This is 奇幻的景象，我是第一次看到。这很像那些小白兔哎，被推着一排小白兔往前跑。我这个形容大家能懂吗？我们呢，来到这个海岸边了。这里的风速大概是70到80公里每小时。潮水的变换，还有那个风太大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司机呢往前走，去看一下我们还能不能往前开。其实我的建议是可以了，主播你不要不用那么拼的。我们另外一个司机这个帅哥 say hello。 他超酷的，他之前在用了九个月的时间，然后步行走了差不多一个长城。
间穿行，了解惠灵顿深厚的毛利文化。